往哪跑了？快找！杨明，杨明，怎么了，梦圆？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换装。换装？你们两个找个隐蔽的地方，然后把衣服换一下。调虎离山计啊！嗯，快，现在去换吧。然后我们一会儿在后宫基地见，我先帮你们打方。好好。哎，梦圆，我很聪明吧？快去了。兰陵想跟明哥哥在一起很久了，但是这里好像不太适合。明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急了呢？兰陵，我不是说这个，是换装啊，要换服装。嗯，是不是应该背对背啊？去看那些蒙面人，你穿上我的衣服，然后呢，拿着这个，孙杰呢会教你们怎么走。快快走！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你记住，我记起来了。要我帮你吗？哎，不用。杨明，你不用浪费时间，就把外套换一下就行了。他们快来了，我这想的什么鬼主意啊？沿这条路一直走，在第一个路口左转，转到左手边的小巷子里，一路走就能走出大路。速度快点，不然杨明那边快撑不住了。哎，可是明哥哥他扮成我的样子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天哪，我好害怕哟，这是哪里呀？在哪儿？放心，远明哥哥现在正穿着你的短裤到处晃呢，好得不得了。对，就是这个方向，一直走。兰陵梦魇，赶快回基地。